flag 不要立太早。 PK， 还是羽生结胜。 向下，刚刚我的球是丢到了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 前两个球应该是在室内，第二次季寒调整了位置，第三次季寒调整了姿势，第三次和第四次位置没变，投篮姿势几乎完全没有变化。有什么问题吗？ 胜负已定，余胜杰输定了。静涵的身体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，现在他已经找到了最好的位置。他只要保证每一次出手的角度一样，再确保投球的力度，一定百发百中。不愧是静涵，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。
老大，人有尸首，马有尸体，你不要太在意了。就是，竟然就是走了高思韵。一个左手受伤刚好的人，就答应人家蒙着眼睛 PK， 不输才怪。静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没事儿。比赛都结束了，还不回去呢？滕王阁序会背了吗？英语念完了？